的确哦，其实在中信这边哦，不要忘哦，我要又是一个超节，哇，神偷啊！哎呦，克里斯进攻篮板，帮魏家豪要到了这两分。魏家豪在外围地板球找到克里斯，自己的小抛投，这绝对是克里斯最厉害的一招啊！克里斯自己带杀进去，进算 N1。克里斯真的是一个打球啊，非常不花俏，但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球员。传出来，克里斯，克里斯中路面对威廉斯的防守，还是能够投进，又是一个小抛投啊。30-26，双方四分差。魏家豪中路背后给球，找到克里斯漂亮的助攻，攻下了8分了。今天 field goal 7投4中，防护盘外线打光没有，菲克抢到进攻篮板，菲克杀进去给到克里斯小抛射，他的拿手项目，进攻防守不需要碰到球，他都可以帮助球队啊。好，他的外线出手短了，克里斯篮下捡到篮板上篮得分。阿巴西给到菲克，退步之后外线的出手没有进，克里斯进攻篮板，他拿手的小抛射还是准，也让对手在打点还有这个整个这个 inside out outside in 的状况真的是比较轻松一点。是，你看又是一样的一个情况。